缺哦，因为从来没有在屏东办过我的作品展，这是算是比较正式的第一次。其实在多年前我们曾经在萧董事长的旧宅那边呢也办了一个小型的，那发现说屏东的人文还有它的文化其实非常适合展示我的服装。那可能各位会没有看过我的服装，会觉得我的服装为什么长得这个样子，怎么走得出去哦？所以特别今天呢，做了两种不一样的展示，就是它可以做是我们的礼服，那也可以是我们一般像我现在身上穿的衣服，就是可以走得出去的哦。我在推广我们叫做台湾衣的文化。那希望说，今天的这一场展演呢，能够给大家一种不一样的想法，对服装设计，那当然我希望说大家更支持我们台湾的艺术家，因为我真的是，很感谢，屏东哦，因为我以前住在屏东的富山戏院附近，所以跟公园很近。那我从小就是学画画，那我们在场的何文琪老师以前是我屏女的画画的老师，那因为我有这么多的养分啊，所以造就说我今天我的创作空间是自由的，我可以拿很多的元素，因为这个都是我们老师的教导有方。那今天很感谢大家莅临现场。